行政院长吴敦义承诺所有大埔自救会的居民房屋原地保留，划地还农，而且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是有行租公文白纸黑字，请看，请看那边，我们有列印出来大埔的公文，上面写着大埔自救会的成员房屋原地保留，划地还农，恢复农水路，这样子的决议到了内政部都委会的时候也成为都委会的正式决议，可是这个决议发回苗栗县政府的时候，苗栗县政府竟然没有遵守这个决议，而是用苗栗县自己的都委会去变更这个决议，这个决议送到中央以后，中央竟也没有再维持坚持当初的承诺，而是就放任苗栗县政府更改决议，结果最后出来的决议就是大埔的现在还有争议的这四户，他们的房屋必须拆除，他们的家必须搬迁，这样子的结果我们不能接受，因为当初承诺的内容就是大埔自救会的成员应该要原地保留，这个承诺必须被履行，国家的承诺，我们的底线就是一户都不能少。你今天要拆人的厝，一句一张公文来就要拆人的厝。今天这些人会来，再来行政院，就是要跟中央讲，这百姓有困难来找恁。我唔知恁用什么态度来看阮这百姓，阮这百姓跟平民哦。阮今天干咩无聊哦？怎讲讲阮要来要来这要来创啥？阮来是一间会当拼会当食这个所在，但是敢有这困难？这件事情已经三年多了，1045天的日子，我们大埔的农民都在煎熬。我跟大家讲，这四户是可以保留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2010年大家上街头之后，吴敦义承诺划地还农，原屋保留。划地还农，原屋保留，但是这个划地还农还了多少呢？156公顷，只还了10公顷。这个原屋保留呢，24户的原屋保留，还有4户仍然要拆除。我们觉得这是彻底的不公不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原屋保留并不只是吴敦义的空口白话，我们事实上已经经过了都委会的程序，也就是说，在内政部都委会内政部区委会746次的会议，已经决定了保留，已经决定了保留。这个强大的政府抢夺人民的财产。我们的家呢，现在呢，可以的房子也是属于那个住宅区的，但是呢，苗栗县政府呢，强硬的要把我们的那房子呢那个拆除掉，而且呢，土地呢，那分给土地也分给别人，你看这样子有道理吗？7月5号，苗栗县政府要拆我的房子，我不要再跟文林业一样被拆了。再来诉求，那一切都没有用了。希望记者们先生跟刘振荣县长讲，我们绝对坚持到底。苗栗县政府在凌迟中央的行政，苗栗县政府在凌迟中央的行政。各位，区委会的、都委会的决议很清楚，746已经决议保留了，746已经决议保留了。会议记录明明白白说得很清楚，是因为苗栗县政府从中作梗，所以才会做出这样子荒谬的决议。我们今天终于知道刘振宏的官威比吴敦义还大，刘振宏才是今天还我家人，还我家人，拒绝征收，拒绝征收，全屋保留，明白，只有一个信守承诺，信守承诺。支持我们，告诉各位，大埔事件从未解决，我们会持续的抗争，我们绝不允许他们动到人民的一分一毫一砖一瓦，对不对？7月5号，苗栗县的公文，7月5号，这似乎要自行迁移完成，这就叫做破迁。今天我们还有什么形容词可以形容这个政府？这叫欺人太甚！欺人太甚！昨天我有一个老师告诉我，这叫做暴政，这叫做最悲惨的暴政。这个案子拖了3年，目的是什么？他要让这一群人悲观，无保留，这群人放弃，他
天下承诺。请各位媒体朋友，这三年来的努力化为乌有。天下承诺。请告诉台湾社会，只要他要，没有他要不到的。愿无保留。信守承诺。愿无保留。信守承诺。信守承诺。我们当初到行政院里面，去协商的时候，有现在的江院长，有现在的副总统，有那个营政署的署长，都讲原屋原地保留，然后我们的农水路要恢复，可是这两项呢，到现在都没有承诺。这个我倒回答一下哈，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吴副总统在行政院长任内，确实。愿意啊，以最大的诚意啊，那政府来表示啊，这方面啊给予这个考量啊。那我也交予我们内政部营建署啊，跟苗栗县政府啊多次，非常非常多次啊，我想一再的沟通。那目前啊，这个龙水路啊，最近啊，我们内政部啊也发文下去啊，应该这个龙水路可以啊，全部是属于啊这个苗栗县政府啊区段征收工程里面的，可以啊。那苗栗县政府也已经啊，这个表示这个部分他们会做。那至于相关的啊，还有一些这个啊需要拆迁或是等等的，那么大概苗栗县政府也会展示啊一些诚意啊。那么我想这个部分啊，最后啊，我想在中央的部分都已经啊这个也积极了啊，那么这个依法来处理。那最后就剩下就是苗栗县啊，大概我们会来协调一下。委会那个相关的啊，都市计划委员会那个是附带请苗栗县政府，苗栗不属于啊那个都市计划的审定，都委会的委员没有那个职权，啊，所以那个是不属于那个职权，所以只是说附带建议，啊，等于是这个附带建议。哎，署长，您现在这么讲，跟当初院长或是现在的吴副总统，还有江部长给我们的承诺完全不一样。当初的承诺绝对不是说用最大的诚意，用这么抽象的字眼来给我们叙述。我们的公文里面明文白纸黑字写的就是原屋原地保留，也当初也是因为有这样的明白的把它写下来，我们的大埔事件才能够平息下来。如果你现在你竟然用这种话，用最大的诚意，我不要感觉你有任何的诚意，真的根本没有感觉任何诚意，你就按照当初公文上怎么写的，你们就怎么做就好了。为什么还现在讲这些抽象的字眼呢？我们要的不是诚意，而且你今天来告诉所有媒体朋友，你的诚意叫做拆除。我们不是要诚意，我们要的是程序的正义，我们要的是完整的正义。我们今天请署长直话直说，这事物拆不拆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都委会要不要继续开会讨论这事物？只有两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哈，我说真的，我们都委会已经啊，包括我们建署都已经尽最大的在法定的，我们还是在依法行政啊，所以最后这事物当然啊，这个我们。再看这个情况，苗栗县政府再好好考量，好吗？就原则上就这样子。那至于都委会那个都已经所有的审依法程序都已经完成了，好不好？哎，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我能够回答，这个是有苗栗县府的，好不好？中央跟中央有中央的职权，地方有地方的职权啊。我中央不能侵犯地方的职权，好吧？那我这个接受了以后，我不会再写了，好吧？如果这样子，你当初为什么要承诺呢？中央有都市计划的审核权啊，他只是有领定权、变更权、核定权在中央啊。哎呀，怎么可以这个样子？怎么讲话呢？现在是地方在临时中央的职权。地方可以临时中央的职权，听不见谁在抬头？我要处长不要走，处长不要走，我要跟你们讲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处长不要走，当初都委会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当初都委会，不要走，不要走，都要不要走。
信守承诺。一，信守承诺。拒绝征收，拒绝征收，绝无保留，绝无保留，信守承诺，信守承诺。